这个部分啊，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我们妙玄舞蹈团特别为了今天所带来精彩演出。那我刚才有讲我们有亚洲的这个有氧天王要出现了，对不对？对。要运动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在我们表演之后要开始来运动哦，请大家赶快热热身一下哈、哦。然后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妙玄舞蹈团带来最后一段的表演。我们压轴的演出，也就是我们妙玄舞蹈团为大家呈现的《贵公行》。
辛苦的练习。那么也预祝呢，这样子的舞蹈演出可以让大家看得开心之外，也先预祝大家中秋节月圆人团圆，中秋佳节愉快喽。